这个我们大家看到这个蔡政府执政，蔡政府执政这个七年来哦，这个我们的邦交国数一直的减少，然后即便我们对在国际上对美国这个在两大强人中，我们对美国言听计从，但是我们还是没有达到我们要的这些，比如说现在已经，比如说莱猪已经通过一年多了，也没有达到这个什么 FTA 啊，这些的签署，所以可以显见这七年这个蔡英文的执政哦，在不管内政外交上都是很失败的。那今天是赖清德副总统要登记参选，就是民进党这个他们党内初选的总统候选人的这个登记哦。那这个时候我们听到这消息，第一我们感到很遗憾，第二个事实上也刚好是一个很讽刺的，让因为赖副总统他说他要遵循这个蔡英文总统的相关的这个国策嘛，他有公开这样说，所以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，如果赖副总统的话，去参选我们下一届的总统，然后这个我们的外交关系是不会进步的啊。从这个例子就很硬生生的打脸这个蔡政府，嗯。外交人员在外面工作非常的辛苦，但是外交部的整个这个的主轴好像都没有抓到重点，就是说，整个外交部长给我的感觉就是非常的像国防部长，好像这对于在这折冲哦跟这个外国之间的折冲之间，好像就是能力不足，不然的话不会这么几年来一个国家接着一个国家的断交啊。以前如果是断交一个国家，在国民党执政时代，只要有断交国这样一发生，外交部长基本上是就是要下台。但是这几年已经断交数不清的国家了哦，所以这个我想部长，我们期许外交部长哦，必须把他的这个本务做好，专心一致哦，也驻外使节也必须继续努力的。各位党内先进。全国父老乡亲，在场媒体朋友，大家早。刚刚我已经完成了民进党总统初选的登记。今年1月18号，我怀着戒慎恐惧的心情接任民进党党主席，希望团结党内，擦亮民进党青年勤政爱乡土的招牌，重新赢得人民的信任与支持。感谢中执会支持推动党务革新，积极回应社会的期待，更要感谢南投的父老乡亲大力支持，在3月4号南投第二选区立委的补选，既给予了蔡培慧为南投争一口气的机会，也给予了民进党重新出发承担使命的力量。今天我则是以无比坚定的心参与民进党总统初选，希望争取党内同志以及台湾人民的支持，让我站在第一线率领团队建设国家，升级经济，造福人民，并且打击黑金枪毒，建立一个和谐安定公益的社会，让年轻人看见希望，壮年人实现梦想，老年人得到幸福，弱势者也得到照顾。更要透过妥善因应净零转型、疫后经济复苏以及俄乌战争所带来的地缘政治变化、产业链重组的种种挑战，让未来的台湾能够更加智慧、更加永续，也更具有韧性。特别的是，台湾位处印太第一岛链的关键位置，直接面对来自中国的文攻武吓，不择手段的外交打压，还有大玩核战
两手策略的种种威胁，我们必须要团结一致，持续壮大台湾，坚守民主阵容，确保台湾的安全。因此，请给我机会带领国家团结国人，一起拼经济、护民主、强国防、保和平，共同完成守护台湾、促进民主、和平、繁荣的新时代使命。各位国人同胞，此时此刻，我们都是台湾队 ，Team Taiwan， 挺台湾，让我们一起加油，让台湾成为民主世界的 MVP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好，来，画面最后，画面最后。